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名字呢是亮晶晶。好像呢，自从开台1年多来都没有跟大家讲过话。今天呢，我要特别准备了一首曲子，叫做《吹响吧，上帝音号》，要送给大家哦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呢，在我亮晶晶音乐教室按赞哦。如果你想要点歌呢，或有什么事情告诉我的话，可以在以下的留言板留言给我，我们来听这首歌。